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！名厨教做家常菜，窍门一点就明白。今天啊，我们给您做这个，这是什么呢？您可能会说冬瓜，错，不是冬瓜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熊掌。对，屈浩大师就能给它做出熊掌的味儿。今天我们给您做赛熊掌，有请屈大师。屈浩这位曾经获得多项国际烹饪大奖的国际级烹饪大师，最擅长传统菜式的继承和创新，今日带来了一道赛熊掌。这个熊掌啊，确实啊，平时很难得吃，而且据我所知，熊掌现在不能吃了，对，成动物保护法了，对了，不能让它吃了。但是这熊掌这味儿啊，咱们寻常百姓还真是没尝过。对，咱们今天啊，让屈老师给您做一个赛熊掌啊，先介绍主料。哎，好，来来，我们今天用到的主料熊掌。哎，做熊掌的主料就是用的是冬瓜，还是哎冬瓜？用点小料呢是葱和姜。哎啊，配料呢配点胡萝卜球。哦，哎，那么里面这熊掌里装的馅是什么？用猪肉馅啊，有冬笋、香菇、红绿青椒。哎，配个色儿啊，是这个。那么调料啊，有老抽。哎，料酒、香油。哎，味精、盐、糖、胡椒粉。淀粉，首先我们要动刀了啊！动刀，先把这个咱们得做成熊掌形，雕刻。哎，非常简单啊，咱不用过多的雕琢。行，你拿块冬瓜，你照着这个，照着这雕，照着雕。哎，首先呢，把冬瓜呢，我们改成这薄厚大小差不多。哎，首先把它皮去掉。哦，去皮。您照着，您看看这参照物。参照物。哎，把它这四周，哎，给它。揪下去，熊掌啊，对不对？脚后跟儿，拿个小苹果刀，哎，我们把它什么呀？那个指头肚给它磕出来，对。哎，出一勾了，然后呢，做这边大一点的，留一个大脚趾。哦，有的意思。对，有的意思。国画大写意。对，这是不能跟真的似的，是吧？大概齐有这意思，行了。哎，把掌心给它做出来，修圆了它，然后这是那掌根了，这是掌根了，对，来，这外形就基本出来了。嗯，哎，最后呢，我们要把它后背掏空。哦，后背掏空，为什么？我们得让馅。哎，让馅，要不这么吃没什么味道。怎么赛熊掌啊？咱得把里边的味儿给它做出来。要完了以后，哎，把四周挖完了之后，然后拿刀把料去掉了，是吧？哎，把它底下给掏空了。下面呢，我们要把它上色，上色啊，上点色，来一点点老抽，老抽，来一点点料酒，嗯，哎，让它上色了啊，你看看，让它这有点这感觉了，对。然后我们上油锅炸，对，好，油差不多热了，差不多，然后这个掌面冲下，掌面冲下走。这个呢，炸这个时候也要小心，因为它含水汽，很容易爆啊，直接崩着您，哎，所以要什么小心。哎，现在有点挺上了，哎，挺住了，让它有油香味了，哎，让它上色，哎，这时候就可以了。好，起出来。好，哎，勺里打少许底油，放入葱姜米爆香锅底。哦，煸煸肉末。哇，这是以瘦为主，对，肥瘦相间。哎，哎，这时候烹入料酒，放料酒，然后下入调料，好，盐、酱油、白糖、胡椒粉，肉香啊，对，把它煸香。煸出馅，而且把肉呢炒酥，炒酥它。哎，哎，曲老师，我们这还有馅儿旺啊，这起得好，这馅儿旺，咱们搁一点，它就越来越旺，这味儿就旺啊。放上，你先闻，这味儿就窜上来了啊，窜上来了。我们把这个配料，笋丁儿、青笋，哎，青椒丁儿、香菇丁儿、红椒丁儿放下去，然后给它煸炒均匀。哎，然后我们来一点点水，冯老师，好，开水。油甘变润，甘变润，哎，然后我们来一点点淀粉，哦，勾一下，勾一点点，把这汤汁拿上去，这时候吃这肉比较滋润。哦，哎，我们炒好了，放在一个碗里啊，
这我们现在开始把这熊掌扣过来，嗯，把这馅儿装入在熊掌里。好，现在怎么办？我们上笼蒸。上笼蒸，好。哎，锅开锅，我们下火蒸15分钟。通过15分的蒸制，把它的肉香、菇香、笋香、椒这个青红椒的香，哦，加上胡椒粉这些调味料，哦，融入到这东坡掌里头。好，好，收拾聊着，差不多了。这边，哎，好，这边咱们关火，把这个取出来，哎，来蒸好了。哎，然后我们给它搁在盘子上走，齐了。好，哎，我们下入点汤。哎，下面呢，我们放入调料。好，哎，酱油，有，料酒，有，然后放入味精、盐，哎，糖来一点点，胡椒粉。这时候啊，我们再来点馅儿旺啊，走，馅儿旺，好，好，走，走，来，这时候我们胡萝卜球，哦，啊，已经这叫飞过水的了，我们在里头入味，入味，嘿，哎，煮煮，让它入味，然后我把萝卜球捞出来，捞出来，这时候，这时候我们把这球码在这个熊掌边上，好，董老师，汤也好了，咱们准备勾芡，勾芡，勾芡，吹吹。好，好，拎入这个趴好的熊掌上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啊！节日餐桌上一熊掌，真是吓人一跳。咱从头再说说啊，是拿冬瓜做这个原型，先雕塑，哎，先简单的给它修成一个掌形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把后背掏空了，哎，这是什么？便于里面装馅儿。葱姜米炝锅，把肉边松边散，上色完之后，把这馅儿装到炸好的冬瓜掌里头。这是什么？上笼蒸，蒸它15分钟是什么呀？这冬瓜要蒸透。哎，不知道您学会没有？明天老时间啊，老朋友、老地点，不见不散，再见。您知道如何切出均匀的肉块肉丝吗？您知道如何让蔬菜不打蔫吗？您知道调制凉拌汁和炒菜汁有什么区别吗？您知道如何在家做出馆子味儿的蒜蓉蒸扇贝吗？天天饮食推出2期腊月芒年特别节目，从基础准备工作来支招，只要2天就让您的春节餐桌有大大的不同。